叶螺，你看这个已经钻沙钻进去一半了啊，看它的痕迹在这里。好，赶紧把它给收了啊，来洗一下。哦，看到了吗？水花四溅的呀。好，放桶里啊。哎，来看，又一只。这个有肉没？妈呀，壳呀！这壳很漂亮啊，再把它洗一下，收回去。好看的海星，捡了啊！这里还有一个，这海星也会窝沙吗？进去了，来，这海星不少啊，你们看，这个也还行啊，收了。哎，你看，这里有一只快要进去的猫眼螺，再把它给收了。你们看，它还在动，能看清吗？还在动哈。好，哦哟哟，来洗一下它的沙，来。呀，看这水怎么样？好，收了啊。这里还有一只啊，这来的正赶巧啊。你看它们都不小啊，都不小。来，收了它。看这水，我去，哦哟！再仔细找找啊，还会有啊。哎，这里有一只，来，哇，又是一只小白胖的，洗一下。来，给它捏一下水啊！哦哟，哦，这个最带劲是吧？好，收了啊！嘿，哎，没有啊，再找找啊，仔细找一些。今天这里猫眼萝卜少是不是？哎，看这里，哦哟，还有一只没来得及窝沙的，你看，吐出一点了，把它给收了啊！好，走，再看看，来来来。哦，你看这里这大螃蟹，这花盖吧，哦，老凶了，你看，凶残！我天哪，你这是从泥里刚钻出来吧？这是怎么收它？来吧，好，嘿，哎，好，这里有海螺，这里啊，这个海螺还不算小，你看，没出肉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这都有肉的啊。哎，你看，这个海蛎子里面有肉的，带回去啊！哎呦，这里还有一只，宝不是大的啊，这叫海蛎螺。嗯，海蛎螺，找不大的海蛎螺。你们看呀，你们看呀，我又被这只螃蟹给那个了，给攻击了，差点的又夹到我肉啊！这是死活不松口啊！我啊！你妹的，好，你看这里两只海螺哈，我去。这里还有两只，这里还有一个啊，好，收了它，走，看还有没？这里海螺都成堆啊，哈，这里还有一只，呀，有肉没？这个也是有肉的哈，公的，管是公的母的，收了，走，我天，哦，什么声音？那个啥，这个海鸥的声音，哦、害怕。这里是狭窄的区域啊，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害怕呀。有没有螃蟹？我操，这个我能办到。哎呦，有小的出来了，看，小的。小的，你激动啥？我操，大的，有没有？就这个小的，老激动了，我都。走，哎呦，快点吧，哦。每天赶海不涨潮是不走啊！你看涨潮了，快走吧。哈哈，就看它的眼睛长在这个方向了。哇塞，一只漂亮的五角星海星哈，多漂亮！就是身上一些泥哈，没办法，在码头就这样啊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牛牛，今天我来码头赶海了啊。码头上的货呀就是脏点，收了它。哇塞，过来看。还有一个大毛蛤蜊，哇塞，有肉的，看活的，收了啊！快看，这是一个什么羽毛吗？嘿，不是，翻过来看看，这应该是墨鱼的那里边的软骨哈，这个是好东西，给它收了。看看这里条鱼，这是什么鱼啊？扒皮鱼还是什么鱼？不太认识哈，有点像比目鱼。你看它的眼睛长在这个方向了。
不认识不认识，回去查一下。看着还是新鲜的哈，收了它。哇塞，这里还有一条，来来来，我看，还是一条这种老鼠鱼，不是老鼠鱼，不能给它乱起名字，不认识哈，先收了它再说。看这里，我发现一只海螺，不知道是不是有肉的哈，别摸，是个寄居蟹，看到了吗？看这个小爪子，好，那给它放在这儿吧，太小了，但是这个螺很漂亮哈。这里还有一个海星，这个海星小了点，没成年。过来一看，这里还有一只小螃蟹，这小梭子蟹哈，小梭子蟹更小，小海星、小梭子蟹的就不要了。我继续看看，找大货。哎，你看这里还有两条呢，这里怎么这么多条鱼啊？我来这一会儿抓了四五条这种鱼，这应该是渔船上扔下来的啊，不知道值不值钱，不说了啊，收了。快看这里，一条小红斑鱼，看这条鱼，它个头还不小呢，还是新鲜的哈，看。我看这个窝里还有一条小红花鱼，它是不是在这里搁浅了没跑上去呀、啊？对不对？你看，它这小红花鱼金黄金黄的，在太阳下多漂亮。之所以叫黄花鱼，就是因为它身体特别发红。